聊到其他三位主持人徐乃麟、张文琪还有徐凯熙都已经接连染疫，只剩下他还没有，才说自己是运气好，没想到最终也确诊了。经纪人透露，曾国城已经接种了三剂新冠疫苗肺炎链球菌疫苗，而且为了录影工作，几乎是每天都快筛，还有积极照顾身体来增加免疫力，没想到还是难逃病毒攻击。